老板点菜。哎，哟，张金小雪回来了。梅老板，生意兴隆啊。一会儿啊，送你们盘肉啊。好嘞，看看想吃什么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哟，吴焕，两年没见，变化挺大呀。现在当老板了，就是不一样啊，吴总。你也不能光忙着工作呀，个人问题解决吗？我都快结婚了。啊？跟谁啊？你们认识？我当然认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。唐亚。唐亚？茉莉公主。可以啊你。贺龙娶了公主啊。快快快，跟我们讲讲。小雪小雪。哎，待会儿再讲啊。行了，大主播，别假客套了。哎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注意点形象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坐来。什么主播？公主。哎，饿死了，点菜吧。才来啊！我们的文物修复大师来了。武欢，诗音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都点什么了？不就那老几样吗？菜单给我，我来点。那个，我还有工作没忙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雪，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，我饭不能啊？不是，我这工作今天晚上必须得交，你们吃啊。哎，小雪，下次请我，吴欢，拜拜拜拜。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吃，下回去。小雪，